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陨石袭击。朋友们，我听说这次的流星雨是100年才出现一次的哦。真的好期待呀。根据我的调查，贝勒森林就是最好的观测点。那我们快点走吧。快点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。我来搭帐篷。我们来准备食物。我来组装望远镜。皮皮小心。流星雨观察小队准备 go， 看见流星雨时一定要记得许愿哦。哥哥，这个是什么不好，是一颗着火的超大陨石。超大？有这么大吗？根据计算，比一栋房子还大。让我看看这颗陨石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是贝勒森林。贝勒森林有危险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铁壁挖掘机，装甲消防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你们也是来看流星雨的吗？看什么流星雨啊，快跑，你们有危险。没错，有一颗带火的超大陨石正朝这边飞来。没时间了，大家快走吧。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们还要许愿呢。真的有大火球。大家往这边跑。好陨石好像一颗大火球，好可怕。是准备好战斗，守护森林的安全。挖掘机大大铲子有力气，有力气。举石头瞄准目标甩出去，要用力。飞呀飞，大大石头击碎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。陨石打不坏。看我的消防车，灭火救援最无敌，最无敌。超目标，水枪大炮准备好，准备好。砰砰砰，大大水球熄灭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。大火灭不掉。怎么办？陨石越来越近了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我们一起上。加速度，石头旋转飞出去。好快啊。加能量，水球变大喷出去。好强啊。大陨石轰隆轰隆被击碎，变成小小的火球，哗啦哗啦被熄灭。我们成功了。太好了，贝勒森林安全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打败垃圾军团。
圾怪复活了，我要让整个城市充满垃圾，哈哈哈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好可怕！啦啦啦啦啦！垃圾军团出击！污染城市，污染城市！这是怎么了？啊！可恶的垃圾军团正在污染城市，我们必须马上行动。召唤超级汽车！爱美的垃圾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呀？太脏了吧！哼，竟敢嫌弃我们！兄弟们集合，一起攻击！进攻进攻，垃圾臭烘烘，番茄腐烂鸡蛋在发霉，嘿嘿嘿，进攻进攻，垃圾臭烘烘，电池污染塑料袋飞上天，哈哈哈哈。你们别嚣张，这就完了吗？兄弟们，再次进攻！进攻！进攻！啊，好可怕呀！垃圾车，你快想想办法！垃圾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有办法，看我的！超级汽车，升级！强形态，分类垃圾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出发！蓝色、绿色、灰色、红色，我们都是垃圾车。玻璃、塑料、金属、报纸，全部装进蓝色。对，交给我。剩饭、剩菜、果皮、蛋壳，统统装进绿色。OK。生气，看我最后一步攻击！抽气抽气，弥漫空气，垃圾垃圾污染环境。一二三四，全面出击！抽气抽气，全部都清理！包围，困在原地！垃圾垃圾分类清理！哎呀，我完蛋了！收工！了垃圾车，城市又变美了。保护环境要做好垃圾分类，不能随便乱扔垃圾哦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。
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我闯祸了！哇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